今天哎，我一看到谢东娜，哎，我觉得，一般的我们想到，哎呀，国际名模，首先要想到她穿的服装，啊，款式、颜色，红，下边配的黑，您怎么不配绿呢？有吗？有哦，袜子，袜子，哦，就是我坐下来，大家没看到，哦。实际上是红、黑、绿、黄，各种颜色四种的，颜色，哦，您直接穿过那种红、绿两色的吗？我在法国飞机上看过这样配，哦，红的配上绿的，觉得挺漂亮。你看要看，看什么红配什么绿，哦，不能是艳红配艳绿，那对对对，就是过去我记得有句老话，红我不配好意绿思赛。赛狗屁，当然这话我不同意啊，就是说这个色彩搭配也很重要啊。红配绿，啊，但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啊，有一种瓷器，这个颜色恰恰就是红配绿啊。800年前的一种釉上彩瓷器，可以说，应该说开了釉上彩瓷器的先河吧，特别好。什么样呢？请看亮宝。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还重器啊，就这么点儿啊，您可千万不要小瞧它。说老实话，刚刚有半个小时之前我见到它的时候，哇，我拿着它，爱不释手啊，因为是极为难得一见的这样一个800年前的红绿彩瓷，就这么一个小碗儿啊。相同的，在世界上大概没有几只。各位，进前来看一看。借这个机会呢，我们请鉴赏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子。有些东西啊，不是要看大小的哈，看东西精细啊这个问题。眼前这件精美的一个小杯，可以说呢，全球现在目前发现的，我敢说只有两个。只有两个，只有两个。在瑞士的一个私人博物馆里边呢，我们发现了有一只杯，就跟我们眼前那个非常接近啊，可以说是一对儿啊。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红绿彩呀，如果呢口缘有加黄釉，这个是特有的一个比较精细的。所有红绿彩的产品呢，大部分呢都口缘没有釉的。所以呢，这个小杯呢是特别特别的精细而稀有的一个宝贝。好，谢谢谢陈谢先大生，家。谢谢陈先生，请坐。有一点不一样。这样一只红绿彩的小碗，它在市场上的价值应该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一个参考价：2002年香港佳士得秋拍磁州窑红绿彩牡丹纹碗17万元。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那一只跟这一只差得很远。好，商量一下。好了，来写下150万元，160万元，180万元。很像拍卖会啊，十万十万的加，到人金桥奖那儿愣加20万。好好，不是到我们这儿吧？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后边这位老师啊，就是特别坚定地告诉。50万，一小玩意儿就50万。然后主要是那边有两位年轻朋友说500万，我就麻烦了，到底听谁的？你说这对这个东西认知，这个价值差多大？我这边也是下达20万，高达多少？300万。然后我折谁说300万？我折一宗150万。啊，150万。那要是170万，就是我们两个人都赢了，是吗？对对对对对。哦，哎呀，你真聪明，要不怎么叫巧巧呢？谢谢。可是，参考价是80万元。恭喜恭喜，旗开得胜！谢谢谢谢。另外二位啊，也不用沮丧，因为后边还有三番呢。后面这三番，如果说三位嘉宾其中有一位、两位，甚或三位、三次都猜对了，
那怎么办呢？我们将给你一个可以说是重量级的一个奖品或者是纪念品。收藏界的朋友都知道，在2009年秋拍的时候，保利拍卖公司曾经创造了一个中国内地的书法拍卖的记录。这个记录是多少呢？1亿800万元，就是眼前这张的，这是复制品啊。但是这个是二玄摄印的，啊，可以乱真。如果三次都猜对了，它属于你。怎么样？加油！好，谢谢。好，他恭候着您。王老师挑事儿呢？你看，你还不承认？最近这个相亲的这节目是挺火的，我想你不至于吧？你刚才问我80年代的时候，我才十来岁呢，这么年轻哦。藏宝人，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大家好，王老师好，是的，好，请开始介绍。大家好，我叫宋小兵，来自陕西神木，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次送红利彩渔翁盘，我的报价是30000元。好，请上演，三位到前面看一看。哎，东娜，真的，那个受累，东娜，你干脆拿着给那个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哎，要大家欢迎啊！这个我省事儿了，啊！我发现东娜拿的时候，大家更关注比我拿的时候，真的是，啊，巧巧先说。我观察从细节来讲，这个红绿应该凸显它这个红绿的搭配。我感觉这个鱼因为画的是一个红色的，然后它的水草也是红色的，很奇怪，这个绿的这个点儿啊点在上面点的有点多余，画蛇添足。还有感觉那个鱼特别死板，画的像我特爱吃那烤鱼片儿。这红花要绿一配吗？啊，你像我家的那个神木有一个红剪闹啊，是咱中国亚洲第一大沙漠淡水湖。嗯，它那里边的鱼就是这个造型，尾巴尖尖的向外翘，就是烤鱼片的造型。它也不是烤鱼片的造型，那边的鱼大，鱼大，显现起来就像这个一样。哦、而且呢，在我听老人说，那时候有一个打鱼的在那撒网时候，嗯，鱼没有拉上来。把它倒让鱼拉下去了。哦，鱼那么大个儿，这样的大，就是说这个鱼根据很大个儿的鱼来画的，很大个的，尾巴很长，它游起来速度比较快啊。但是我感觉这个画的挺随意的。这个在我们那个地方，杨家将就是杨令公，就是出生在我们神木，嗯，就是全国免费医疗的那个地方啊，全民免费。他还宣传免费医疗，我们给他鼓鼓掌，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位朋友，嗯。好，但愿你这个东西像你们陕西人讲的撩咋了，撩得很，好吗？撩咋了。但是巧巧的意见是持否定态度，对，有点否定。好，曹阳，刚才我们也在观察，就是让你的这些小绿点儿啊，让我想到了当今啊我们养鱼的人啊喂的那鱼食，就是它是五彩的。但是呢，考虑到您这件物件哈，您认为是一个宝贝，但是我发现您有点紧张。没有啊。你看，你还不承认，我就感觉你有点紧张。不是紧张，人家可能第一次到咱们这个。为什么这个盘子是一个红一个绿啊？为什么？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湖叫红剪闹，因为是在沙漠里，太阳一次蒸发到下午以后，全部是红红的一片，衬托出来这个绿色的点，就是那个种的那个植物沙盖，嗯，稀稀疏疏的。是，但是您不用跟我解释了，就主要是呢，由于第一波的时候啊，我没听我后边这叔叔这话，然后我就吧唧折这了。然后这第二波呢，我觉得我应该听我这叔叔话。我叔叔看完之后啊，当然不是看着东娜的手啊，看的是您那盘子，之后告诉我，假的。所以我得听我叔叔的，啊。假的。好，东娜，我觉得我主要感觉你这个盘子啊，因为我先要了解你一下到底在不在行，我觉得你肯定是被人骗了，感觉你这个鱼已经
在那个印刷行业叫出血了，那鱼已经画出外面，而且不是一笔画出来，你好像像描什么断断续续的，然后它的红嘛，感觉有一点颜色不像老东西的那种红，像后人家仿制的。这个为什么你这红在日本叫这个赤喙？赤喙，对。而且我还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盘子的外壁呀、啊，大部分都没有上釉。这可不能和那时候的官窑器比相比，因为这是民间餐品，那时候的料比较紧缺，釉子比较难买，所以说它就占了一部分。所以两块钱就买来了。就是啊，那便宜啊。所以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啊，我们的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的演播现场。因为这位朋友呢是从陕西来的，陕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省份，也是文物大省啊。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向陕西的藏友和观众致以我们天下收藏所有观众对他们的问候。谢谢您收看天下收藏。好了，请出专家对他这件藏品的最后鉴定意见。好，我们一请互保吹。还来得及啊！哎，对对对，你对、啊、你都替我说了，你先问问人家。你怎么样？我想不应该退，因为这是杨家教的历史啊，也代表了我们神木人的历史、啊。如果是金代的话吧，确切的说，因为开始是宋跟辽之间的争斗嘛，所以确切的来讲，要说他跟杨家将有什么关系，有点牵强。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个东西它的真伪。嗯，退不退？不退。不退。坚决不退。退吧，你这肯定假的。真的，你看他们。退退退退退、啊，我劝你。好了，你们三位改不改？假的。不改，假的。我也觉得是假的。东娜，要不你改吧？要不可能全开。我肯定不改，这肯定我劝他。我说这个东西回家再搁一什么东西都挺好看的，你就在家里搁着，咣当一响就没了。这是两块钱买的，就。砸就砸了吧，但是对他来讲说也很重要啊。如果说他现在退出了，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金代的红绿彩的盘子，那他就得不到了北京天涯古玩城提供的天下收藏录制纪念的纯金金牌一枚了。所以用两块博两万，咱值了，值了，博一回。拿两万呢？他两块，是不是、啊？我没记错，他当年两块钱卖的。两块钱有可能得一个6000多块钱的金牌啊，对。但是你别光看那是金牌，它关键它还有一层意义，对不对？对，荣誉啊，天下收藏的、啊。怎么样？荣誉，坚决不退。自个儿能拿定主意，不用电话联系。那就再远一点。不对，反正也不是我的。我得拿下来，因为这个托是我们剧组的。我们防着崩着，王老师属下领情，你还真得站远点。你们都护好自己的东西啊！啊，真站远点，真站远点。这个东西，那我先看看。不退。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退不退？打开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对，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就是你们能够看到的、摸到的唯一的。唯一赏美器，画佳人。念及诗人于风平月榭，醉飞银盏于莲杏溪桃。不见奢华，唯觉淡雅。我呢，就是这个泥烟。我怎么会用？你三妹妹就不会用了。有点个性，假的。金簪雪里埋，我觉得应该是。9月10日，天下收藏对。您梦回红楼，真站站远点，真站远点。这个东西，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退不退？打开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对，不退。吓死我了！我都抱歉，朋友，我没想到。让我们来听听鉴赏家的意见。磁州窑红绿彩鱼纹盘，画工生动流畅，器形规整，色彩柔和，但胎体呈明显现代特征。且底足有明显人工做旧痕迹，经鉴定为有一定水平的现代仿品，要不怎么他把你蒙了呢？他有一定水平。对不起，先生，对不起，恭喜你们三位。希望大家会喜欢。
欢我，为我们东北姑娘有说话这么好听的而感到骄傲。你的声音啊，真的是很好听，有点像樱桃小丸子哦。我要替我哥呢，哈。王先生，要不你再听一听？哎，我求求你了。大家好，我叫童硕，来自美丽的黑龙江省大庆市。今天虽然说我是带着别人的东西来的，但是呢，我不是受人委托，是我非要来的。那个，我就想见见王刚老师，见见各位评委，对，见见各位嘉宾，还有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谢谢他。希望玲玲真会说话。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同样，更喜欢我的小宝贝。我今天带来的是宋慈州窑红绿彩花卉小杯，它色彩比较艳丽，而且纹饰特别的奔放，有如月光下飘飘的仙子一样美丽。我对我这件藏品的报价是80000元。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年年开心，谢谢。谢谢，讲得好，哎呦，真好。来，看看，专家请。好好看啊，要做一对比。我舅舅说也不让我随便乱动。怎么他不让你拿啊？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吗？你看，你看那个紧着点头，好好好，就是，终于给我这个面子了，来，哎，好，好了，这回曹阳开始说。这个，首先第一，我觉得你的声音特别好听，谢谢。哎。就是基本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凡是声音好听的都颇得我的喜爱。而且还有他的藏品，谢谢，就爱屋及乌。对对对，爱屋及乌。这个刚才呢，我们这个后边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爷。哎，这叫我叔，我叔。对对对，别叫大爷，对对对，我大叔啊。这刚才我大叔也这么说了，说您这样东西啊，就是看上去啊比较糙，而且那个釉色好像是后期给添上去，所以说呢，根据我大叔这几点，我觉得我应该听我大叔的。但是你这声音太好听了，所以您就支持我啦，是吧？是这样的。这王老师为什么咱每期节目我一来总有一这样的女孩呢？都让你赶上了，就都让我赶上了。是我们知道你有这爱好，所以谁没有这你来的。我大叔在这儿呢，不能说这个。对对对，但是你还是坚持原则了。就我，你并不是因为这个什么，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到古玩店呐、或者总而言之，你买任何东西，如果售假的是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女性，像你刚才说的，声音又非常的柔美，啊嗲嗲的，这个我有一哥们儿曾经上过这样的当。哦，啊，就是那位皇阿玛啊。哦，所以小心，哎，要小心。就说比如说翟先生就是经历过这个拍卖的，我就发现一个，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大拍卖公司，不是说拍卖有一种方式是电话委托嘛，那么现场拍的时候呢，他一定拍卖公司会有一个人负责跟你联络，打电话给你，让你在电话里举标，基本上十之八九全是女的，而且声音都特别好听，哪怕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啊，或者说不太会说普通话，但是他声音都非常好听，极有耐心。有时候那样的普通话更好听耶，更好听啊。然后呢，极有耐心，然后极温柔，然后呢，用各种很婉转的话语，就是不让你放下电话。比如说，他王老师本来想出100万买的，啪啪啪已经叫到130了。一般情况下，那王老师像我们来说，那就放弃了吧。但是他会用客，他说：“王先生，要不您再听一听啊，后面的结果。”然后王老师一听到150，然后他在不断的跟王老师说：“哎呀，这个东西非常好，我们现场有很多客人。”好好好，再加一口，再加一口，160，咣，落锤就落到王老师身上了。哦，王老师，你有这事儿呢？这是举例子。哦，就举例子，举例子。我明白了，凡是美貌的啊，动听的。都可能是忽悠的，对吧？哎，但是妹妹，你特别好，你特别好。不是这样的，人家说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他们可能声音是或者……哎，我求求你了。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老乡，我们东北姑娘，这样很难得的。是难得。我跟你说，
我们一般的你东北丫头说话都很粗嗓大气的。你咋才来呢？你说这对，比如说我要给结论。他也是个特例，对，也是我老乡。对，娇柔，我为我们东北姑娘有说话这么好听的而感到骄傲。哎，对，我也要学习学习她。好的，那你就更小巧巧了。好的，好。我觉得这东西啊，虽然啊，你的声音啊真的是很好听，有点像樱桃小丸子哦，吼，哦，你的东西呢，我们看了一下，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说是官窑的，我没说啊，你没说吗？没说哦，是民间民窑，民窑，因为这种红绿彩一般都是民窑的，是吧？对，我觉得这东西吧。感觉像是真的，感觉对了，但是，我觉得是后期或者是不像你金代金送的这种感觉，像是后期仿的，好比就是啊，对，老仿的东西，红绿彩瓷器要说仿啊，就是民国到现在啊，这100年的事儿，清代不仿红绿彩瓷器。红绿彩就是民国，民国开始，那就民国，民国开始，民国仿。我这个民国仿，瞧瞧。我从里边的这个花纹来看，我觉得它很细致，至少比刚才的那个烤鱼片要细致很多，所以我觉得不太好说，因为通常我觉得声音太美的女孩子吧，往往是糖衣炮弹。对，你也是糖衣炮弹吗？我说话多难听啊！这个时代真是变了啊！怎么了？同性之间居然还存在着糖衣炮弹？没有啦，人家说的是同性之间跟这个器械来，比较老师说的，通常它是糖衣炮弹用来让你们多掏钱的。哦，所以我也怀疑这个派了一个糖衣炮弹来迷惑我们的。嗯，所以一个糖衣炮弹不迷惑你啊？迷惑你？对，就是考一下人家没被迷惑是不是？哎，我没有。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就错了吧。给结论，一个结论是我再问一下我大妈。好，快，现在就问大妈。我觉得真的，真的。谢谢大姐。假的，老仿。对。好，请出专家的意见。谢谢。二请护宝锤。我不砸，关键是你说的就对了，对不对？生死文书签过了，签过了。现在退出来得及？退我是肯定不会退的。哎呦，你别看声音柔和，但是心情很坚定啊。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担得了干系，是不是？你刚才报多少钱？八万不是个小数目啊，年轻的朋友啊，要不要电话连线？请教一些的长辈。这个是我舅舅的，然后本来我说一声，不是，我不跟舅舅说。问舅妈。我表哥。本来我哥要来的嘛，然后就非不让他来，然后我想跟我哥说我在这儿呢，然后你为什么冒这个险呢？不是，我要气他，他非得要来，然后我也非得要来，结果我赢了。哦，他要来，你不让他来，你非要来。啊，然后我就赢。来就是两种可能，一个是露脸，一个是现眼。不会现眼。干嘛？我看您，我怕您这滑下去，我帮您拿。哎呦，你可别，这可不能闹着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乔乔姐，真好。好。支持你。好。不退。不退。也不电话连线。我要连，我要气我哥呢，还。啊，然后跟你哥，他要气他哥，他要连线。啊。好，我们现场给你连线啊，请你连线，找你哥哥，请喂，喂，哎，喂，你好，哎，你好，哎，我是天下收藏的主持人王刚，哦，你好，王老师，哎，你好，你好，现在是跟你妹妹连一下线啊，她有话问你，哥，哎，在现场呢，啊，我在呢，啊，王老师就在我旁边，哦，但是乔乔姐帮我拿锤子，肯定不会砸的。嘉宾怎么说 那个嘉宾东娜姐还有曹阳哥他们都不支持我，但是我不怕。我们家那不是说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要上。这事不是创造条件能上的事儿。我说我去吧，你非得自己去，这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心疼。王老师，挂了吧，不要太磨叽。喂，他太磨叽。挂了，他太磨叽。他不愿意跟你说了，嫌你太磨叽。好了，对不起，再见。不退。不退。但是如果，哎，厉害，用不上这个，不行，这个给我是用不上了，这可不是闹着玩，这多沉呐、啊！你这还不沉啊？这当场击碎，退不退？不退，退不退中？不退，我这是真的。你们敢？在哪儿啊？这儿，你敢不敢？我不敢，坚决不敢。曹阳敢不敢？不敢。东娜，东娜姐敢还来得及吗？没有事，我说是真的。你没说真。然后是没说真，我说是真的，但是真的就肯定是高，不就像牢房什么牢房也不咋，就牢房是不算假。他观众人家马上敏感的感觉到，哎，对，说牢房不能遮呀、啊，这好，咱先牢房吧。不是，我要问清一个问题，王老师，牢房你若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新的，你牢房你也说错了，虽然不遮，但是你纪念品也没有了。哦，明白这意思了。所以要改成真的。你们对于观众来讲，丧失了一次机会。假的。假的。我这个真的啊。他不要砸了啊！真的，真的是金带的还是牢房？金带的。好的，看看你们俩是一样的。我们俩一伙的。嗯。陶阳，什么意思 ？Out。假的。干嘛呢你？这么狠。往这儿看。黑披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这是你们能够看到的、摸到的唯一的。唯我赏美器，画佳人。宴集诗人于风平月榭，醉飞银盏于莲杏溪桃。我见奢华，唯觉淡雅。我呢，就是这个泥烟儿。我怎么会用？我三妹妹就不会用。有点个性，假的。金簪雪里埋，我觉得应该是。九月十日，阴下收藏，对您梦回忆。红楼，对，躲开，真的，悄悄，这个，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因为这个有两个，都说他对，那我得好好看看专家的意见了，怎么就说对呢？嗯，我帮你拿着，嗯，这样一样可以瞧，哎，对，瓷州窑红绿彩花卉纹小杯，器型玲珑而不失沉稳。胎釉特征古旧自然，符合金代红绿彩器胎釉工艺特征，纹饰简练活泼，笔法流畅洒脱，民间气息浓郁，食材古朴而不失鲜活，经鉴定为金代红绿彩珍品。环饰较为罕见，你报价多少钱？8万。恭喜你姑娘，专家给出的市场估价为20万元。哎呀，两家欢乐一家愁，曹阳啊，那个，哎，大叔，我们来砸你吧。那个大叔，我就先关上了。来，对，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啊，好了。哎呀，我们请翟建民先生为你颁发金牌。北京欢迎你，有点我的那个水平，那么笨呢？这叫意到比不到，管他到不到呢，自有天知道。我用了一个小小的心计，您请开始。北京欢迎你，喂、啊，不是，对不起，您站，不。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中国充满着传奇。大家好。我来自北京，我叫王广坡。今天我给带来这件宝物是宋磁州窑，宋磁州窑红绿彩那个人物大瓶。我这是我朋友的一件藏品，他跟我来的时候，他的报价是10万元。嗯，好，谢谢，请上演，专家请。嗯。好了。这个就不有劳东娜了，因为太沉啊，好好看一看啊。王老师，我们这个能摁下来了吗？大家说把这东西放不放下来？好，这还用问吗？这人多虚伪的。
好了，这回东娜先说。我怎么看的这个瓶子？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看树看都那么笨呢？它瓶子大嘛？不是，这盐来放久的，是那个口小，然后它的那个，你看在远距离那比例也不对，这颜色像做旧的。刚才我看的那个颜色和它那个颜色完全不一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都是因为它是那个不属于官窑，它是民窑的作品，所以呢，当时它做起来不像官窑这么些。那些藏品它这么规整，这么笨拙，那你哪来的把这个啊？我这个这是我朋友家的一个那个器物，因为他前几年他父亲突然去世了，他也没有是那个没有什么考证了，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所以呢他说邀请我给他带他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你那个朋友多大年龄了？我今年我这朋友也将近40了。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呢？哎，我们上网上也查了很多资料，跟这个东西非常像。只不过你们觉得像。对，因为他已经这些东西又是民窑的，民窑的当时民窑很多家庭都有这些东西。好，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我们借这个机会请专家给我们介绍介绍金代这个红绿彩。这个红绿彩瓷呢，主要是生产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属于瓷釉窑系列的，主要有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还有山东省。最主要的窑口典型代表是河北省的观台、临水还有彭城，河南呢有当阳玉窑，山西是以那个长治的八义窑最具代表性，山东呢又有淄博窑，可见呢它的生产领域还是那个非常广泛的。好了，谢谢啊，我们借这个呢也增加一点红绿彩的知识。悄悄，这个画彩绘让我看的觉得有一种比到意不到的感觉，就不知道这个画画的作者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有点乱，看着觉得挺闹心的。我就想起来我平时拍戏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比如说在剧组等的时间长或者特冷或者特热的时候，我就会拿一个笔，然后拿一个大白纸在上面咔乱画，我觉得有点我的那个水平但是真假我保留一下意见，我觉得还有点像真的，因为它那个形状，我感觉啊，这件藏品呢，刚才咱们那个金小姐也说了，这叫意到比不到，因为当时都是民间藏品，因为它当时民间的很多人，他并没有那么高的画工，所以呢，就是意到，他想到了，但是他没画到啊，真的是叫意到比力不足，对，你说的是。比到意不到，人家意到的比不到。这个民间的画工啊，它并不是说画得很不好的，它民间的画工，它要是几十年做这个绘画，它是非常熟练的。他老画哪个？对，非常熟练啊。就是我的你要仿就慢慢了，笔必然是制色，啊，他那个真是成功在胸。不过补充一下，就是金小小他刚才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对于我们对磁州窑啊，或者是对于红绿彩器的这个理解啊，还是很点睛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如果说不，当然你说他是这个这意到比不到，这个我都乱了。但是他的意思应该是，如果说他的确是件好的东西，应该是比不到意到的。就是说他有的地方虽然没有画出来，但是呢，他的意思他想画什么？哎，对，有时候我在看到红绿彩啊这种东西，我们容易联想到我们近现代的一位绘画大师。齐白石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大师，就是他的创新。他的创新呢，就是他在色彩上的这种非常大胆的运用。我们看齐白石的话，大家有印象就是他会非常张扬的使用大块的红色，包括绿色，包括大块的墨色。而这个呢，在中国古代传统的绘画理论或者说方面呢，它是比较忌讳的，因为大红大绿的或者是一般的画家都写得太俗，太土气啊。但是齐白石先生呢？大胆地运用了这种方式，包括后来李苦禅先生就直接说过，他的绘画是受磁州窑，应该也包括红绿彩器的影响是很深厚的。所以呢，这种看上去民俗气味很强，或者我们叫大俗的东西，但是它掌握得好，在巨匠的手里出来以后，就变成一种大雅的东西。好，说得好，好，我们由这个有声开去了。好，曹阳，鉴于我已经失败了。我就不能再信我大叔的了。即使你们说什么到不到，我也听不太懂。管他到不到呢，自有天知道，对不对？现在我是不知道，但是不知道呢不为怪，我就说你这是真的，咱落个好人缘，你说呢？好，谢谢。好，那么我们将最后啊确认，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真的。谢谢。真的。假的。假的。请出专家最后的意见。
三请护宝锤。老师，我有话要说。你说。东娜，你还改吗？不是，叫他改。我问你一个答案，改不改？我不改，假的。啊，假的。嗯，那是这样的，因为怕我抢你的话吗？不是，是因为我用了一个小小的心计，我故意说的是真的，但我认为它是假的，我怕他们跟我学，所以现在我要改回来，我觉得它是假的。曹阳惨了，我跟你说，你说咱跟他学不？就是，我啊，你说什么？到时候让我跟他学啊？因为对跟大家有关系啊。你刚刚是被遮了一次吧？对不对？对对对。如果这次猜错了，大伙儿就没奖品了，没纪念品了。哦，你三局两胜啊！你不要光想着你自己啊！你们三个人是三局三胜。那我只能就是为了保存后边的大部分的人员，我就免去你的人员了。我就认为他也是假的。可是，待会儿大家现在就明白了，三个都说假的，假的，退出来得及。待会儿你们会后悔的。我这个朋友，因为他是从出生到家里就有这个件藏品，而且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仿品是80年代才有，他是70年代出生的小孩，对，所以呢不可能有仿品。他来的时候，他跟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一定要从王刚老师那儿拿到金牌给他送过去，把这东西原封。我估计你金牌也拿不着，这个东西吧也哐当没了，你怎么跟朋友交代？要不要跟他电话联系？你朋友会说你交友不慎呢。他跟我说了，他说你那个什么，因为他得要看这电视的。我说这东西是真的，咱们就把金牌跟这东西都拿回来，如果是假的，他就想了咱们的宗旨。这东西您知道它值多少钱吗？在您这儿的价值？我们当时给他定的就是10万元。啊，那这样我花100块买过来。那你是不卖的？要我也不卖，假的我也不卖，干嘛呀？100块钱，你像这有人工拉坯又什么？你以为那就是赝品？那我花，谁说是赝品了？对，应该花30。我觉得值30。好了，你太黑了。好了，怎么样？关键在你这儿，退不退？不退。好了。咱们都站远点，不退是吧？不退。你站远一点。你站远一点。我会告你，你不会砸的。啊，不是，肯定会砸。你还是退了吧你。我真是有点。姑娘。不退啊。抱歉。虽然我这样说有点夸张，就是夸这一下子吧，听这声都假。心里很难受。我知道，我知道，我也非常的难受，也替他也好，他的朋友难受。但是这是没有放办法的事情，真的，藏事有风险，入事请谨慎。那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时刻把握住那个理念，就那四个字：去伪存真。谢谢大家，谢谢几位，谢谢。这件东西我们因为。它是那个赝品呢，有几点。首先呢，我们看它的造型，这么大的梅瓶，在红铝彩瓷这中，尤其是金代红铝彩瓷之中呢，还是未见的。另一个呢，它的造型非常的笨拙，整体的这个红绿彩呢，用了红绿黄三彩，但是呢，真的红绿彩它是那个深枣皮红色，绿和黄呢，它因为年代久远呢，它是有磨损和那个残缺的部分，但是就整体显得特别干涩，说明用那个一些那个药水泡过。另外呢，里边我们看这一看，它是仿。那个做旧的呢用了泥土，我这样一碰呢还软软的，都能看得见刚刚做过旧的。